湾气候呢，没有人是局外人。以台湾来说吧，我们现在呢正被烟花台风所折磨，它实在走得太慢了。那不是说什么会提早北转，然后威胁降低吗？那立刚今天继续加班，继续留下来跟烟花耗，好不好？它是不是近乎滞留？中心近似滞留啊？没错，目前的话的移动的速度还是很慢。刚刚最新的资料出来，大概差不多要加速喽。6到8公里速度开始逐渐的要朝着一个西北的方向移动。不过我们从这个雷达上面可以看到，最边边我们看到这台风眼。这边台风眼清晰可见了，已经从最边边这边可以看到整个暴风圈的部分在这个区块。那现在距离我们台湾的陆地，你说加速也是六到八而已啊？六到八比你走路还慢，对，所以这个速度非常的缓慢。那但是外围的云层已经进来，所以看到北部的山区都有一些局部的一些阵雨开始在山区的部分出现。但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的夏天跟去年夏天不太相同，因为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台风接近我们台湾。现在到了七月下旬，刚好第一个六号台风就已经开始接近。那我们再来就看看它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卫星的部分呢，从卫星云图上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目前的话呢，整个云带的发展结构来说呢，还算蛮扎实。但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注意哦，台风眼开始变大，因为这个发展已经差不多就到一个极致了。它基本上因为台风的暴风眼如果开始变大的时候，它就开始已经其实。渐渐的已经要发展极致，等一下双眼强就要出现，双眼强再出现完之后呢，整个系统就差不多就到了顶端了，就不会再上去了。那暴风圈的部分来说呢，现在很缓慢的朝着宫古岛的南边的海域在前进，但我们注意南边哦，有没有看到大片的水汽带仍然在这个地方？水汽带从中南半岛这边一直逐渐的过来，所以是在南海，在包含了台风的本身的东南向线，这边可能未来会有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未来会对日本有影响哦，所以这边有一个系统，未来到25号、26号以后会有机会出现。那它呢，它要往北，因为它北方有高压的关系。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现在目前的整个路径的部分。从路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话呢，它移动的速度来说，开始要略微的加快一点，要朝西北的方向走。但再怎么快，说实在话，跟千惠所讲的一样，明天晚上还是到了石垣跟宫古岛中间的这个水道，顺利到这水道还不错，那就代表说这个台风呢，它就开始逐渐的可能要往北偏上去了。晚上的话，现在目前看到的资料有一点点在移动了，速度快一点，因为导引流目前看起来在明天的时候，太平洋高压强度会略微减弱。高压减了之后呢，使得它就有空间可以开始往上走。那我们来看看路径前视图了。前视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话呢，整个移动的方向来说，未来会缓慢的移动。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速度还很慢。可是呢，到了明天晚上之后，开始速度要加快了，因为最主要导引流出现，太平洋高压退了。那在大陆这个区块，高空场在300百帕是个南亚高压的位置，所以它过不来。过不到我们台湾，是因为我们这上面高工厂300百帕那边有个高压的存在，所以才会过不来的。那再来呢，过了礼拜六的早上的时候，它就通过我们的钓鱼台附近。那通过钓鱼台附近的东边的海面的时候，那边表示整个暴风圈都在海面上通过，对我们陆地来说没有碰到。大家都觉得说啊，放心了，没台机啊，不是没台机哦，因为等到了礼拜六晚上，它的时候已经到达了浙江外海，接着礼拜天的早上，暴风圈接近浙江，礼拜天的晚上登陆浙江。但你注意哦，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怎么都在这地方？对，从来没有过台风进到了浙江，还在这边慢慢的走，而且还跑到了上海。但它在这边，我们就觉得啊，可是结构会破坏吧？结构会破坏，强度会减弱，但整个这抽水机还在抽，糟糕了！因为浙江跟上海这两个地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强的台风进来，所以这对大陆来说，要提醒浙江的朋友特别留意，就是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防台做法真的要做好。那因为那边都平原。它没有山脉，所以相对的对这个台风等于，可是它进入陆地强度就减弱，但这个家伙还在这边的问题就在于它整个大环境抽水机源源不断抽。来，我们来看个这个全球现在的卫星云图啊，从云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当这台风系统进到了上海之后呢，整个像抽水机一样偏着西南风。来注意哦，南海水汽带，再来中南半岛水汽带，印度洋这里也是水汽，印度洋的水汽不只是从送过中南半岛到了南海，你看没有，这个水汽都是这样与长城输送，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这叫西南季风。西南季风的水汽通常一般是从马达加斯加岛这边一直送上来的，所以在印度的东边、西边的部分的印度洋那边有大片的水汽在发展，这个地方是个低压。那这个低压也往北送，送到哪去？送到河南去了。所以河南之前下大雨的状况，跟我们旁边这个台风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旁边台风被高压挡住了，它水汽上不去，但是却是跟
印度洋这边的低压上来的水汽通过了青康藏高原到河南郑州造成的降雨，还有这个小的这个七号台风，它当时也有水汽送上来，所以才在中国大陆的华中地区造成一个明显的强降雨的状况。但说到这全球的这气候异常，你也可以注意到在现在这个时候的极端气候来说，其实今年夏天真的还蛮反常的。对，反常在哪里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些资料了。先来注意到其实在现在这时候，我们先讲郑州好了吧。对，就郑州，郑州院你昨天才说郑州院之前是不下雨的，对，很少啊。那是不是人民也松懈了？还有他们对于这种极端气候暴雨来袭无法因应，所以现在才在讲是单纯的天灾还是人祸？你这么讲我不认同。你不认同是不是？因为他们说，你在网民暴动啊，说至少发布过5次的暴雨红色警戒，但没人理。哎，就同样的一个道理啊，跟你发那个沙漠警报的警戒一样的。我们台湾人哪有对沙漠有感觉的道理一样？郑州这个地方雨本来就很少，那边种高粱的。北方种高粱水本来就很少，它下了大雨的时候大家没感觉。那而且这个强降雨开始出现的时候，哎，你怎么逃？你现在这时候你举家搬吗？来得及搬吗？你像美国一样开个车跑个几千公里吗？就 Hurricane 进来的时候，飓风进来的时候还可以跑掉。啊，郑州这边都是这个城市高楼，真的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水一很快的淹起来，一天瞬间的雨量下在我们台北，大不了我们的那个排水系统一小时可以排掉70-80毫米的降雨。郑州一小时能排40就很偷笑，因为基本上在郑州那个地方它本来不会下那么大雨，它的排水沟的设计跟排水沟的深度本来就不会设计到这么大的这种防洪的设计，我们一般来说叫百年防洪设计，它没有办法设计到这样。所以呢，郑州这个地方你说是天灾吗还是人祸？天灾的成分是比较大，我是这么认为。所以刚刚我们很难理解说在这个对居然地铁照样发车了，这个难以理解。对，这个就是我们难以理解，因为他们也难以理解，我们台湾可以下到这么大的雨。那可是台湾的话，山脉高，地势陡峭，水下来急，但是很快的进到海里。对，它这个水流1000公里流不到海里啊。对，所以它怎么样？它要抗海15天啊，整个河南要抗海15天，是不是？对啊，汪洋一片，可是而且是黄色的，它旁边有黄河了，它北方就有黄河，但是等你流进黄河，黄河现在也在泛滥啊，整个暴潮，整个水是暴涨的时候，它的水要排进去，又是平原地区，我们在台湾的单位面积下那么36000平方公里下的雨下来，要排出去的话2天。啊，郑州这么大一片地方，你排1000公里，那个水都要流好多天了。那好，我们再来就讲到雨下这么大，不只是郑州、河南这个地方在下的这么大，那现在这水的疏洪又是一件事，因为它连下3-4天的雨。但雨的部分就跟什么气候有关，因为最主要梅雨封面现在这个时候已经整个往北抬升了。低压系统就是在长江到黄河之间，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强降雨。那另外，之前的时候在这个包含了大陆华南地区这边也是一样，发布了这个深圳这边也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报，因为他那个21号的时候是因为有台风系统的低压的水汽要进来，所以他们也会发这个警报。可是对于江南或华南，主要是华南地区的朋友，对台风的系统或强降雨的状况，他们比较能够理解。可是真的，你说真的到了河南郑州，或者你说到北京，突然之间跟他讲暴雨的这种事情，就像我们在讲台风，对我们来说，我们防台有感觉。可是呢，你如果是跟这个河南人讲台风，啊，台风我连海都看不到，怎么会看到台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在气候的变迁的异常的之下的时候，常常有些不该发生的地点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就像沙漠里面下大雨，沙漠里面下雪，甚至到河南郑州下了大雨，明明是干的地方也下了大雨。那可是呢，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人类在因为之前的一个气候的变迁之下，最主要就二氧化碳的排放，还有人类的一些污染物的排放，造成了整个气候变迁的就连贯性出来。所以立刚哥，现在接下来大家都得要理解，是不是？因为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气象，世界气象组织，对，就是说大家都有可能死于极端天气，好，因为天灾侵袭40国，而且会越来越频繁呢，和严重哎。尤其是你知道全球极端降水量持续增加，对，没错，降水在增加的时候，其实河南郑州我突然想到，他因为之前在说要打造一个海绵城市，对，他打造海绵城市也是因为防范的就是有强降雨的时候，他要把水收集下来，用一些下水道系统或者一些这个挖一些井啊等等来收集。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日本的东京是个很成功的一个，能够它有一个地下的水城，能够让水大量的到底下去。可是你的雨量超乎它的负荷的时候，它最后水不可能再收得了。所以这是跟郑州破功有关，它的海绵城市破功有关吗？因为这个极端气候实在威力太强了。对，超过它的话，它没办法承受不住。你把这个水城的盆子塞满水之后，最后水还是会溢出来。就变成这样的道理，因为你不可能无限量的塞。所以呢，这也就是说，你在人类打造一个
海绵城市，打造一个科技城市的时候，在这个当中灾的部分来说，我们在未来的气候异常跟气候变迁还有更剧烈的天气变化的时候，大家要能够怎么去因应，你要去适应这个环境，但重点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下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能够存活下来，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对，所以这个也就是未来我们大家即将面临的。但哎，我看到韩国瑜是不是？是是是，你要讲一下是不是？哎，我真的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啊，这个我不是要讲韩国瑜啊，我要讲的是下礼拜的事情。淹水，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台风系统逐渐上去之后，来，我们导播要不要给我们一个那个路径前视图啊？因为我一直在担心的是下礼拜的事情，因为最主要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进到浙江，进到了上海。到这里渐渐的会消失，正常的系统上来之后就开始往北走，但我们目前看到的模式预报资料不是这样子哦，因为它可能会在这边再打个转，再出来，又变成低压跑出来。可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整个低压带的系统在这样子循环的时候，南边的水汽就会被拖上来了。当它被拖上来，就是整个季风槽开始被带进来的时候，我们夏天一般来讲会有的西南季风，冬天是东北季风，东北季风吹进来是冷空气，西南季风是热的空气。但西南季风带着水进来的时候，尤其到了我们的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区块来说，水汽进来的时候，地形的抬升作用，因为我们的护国神山刚好跟这个西南风是成一个垂直的作用，所以呢，从周日以后开始到下周四之前，嘉义以南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哦，你真的要特别防范哦，因为如果说整个水带如果带进来的话，外海对流云层出现进入陆地的时候，强降雨状况就会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几个地方要发生了，所以呢。不管是谁执政都一样，重点是在于说，真的这种强烈的剧烈天气变化，并不是说因为是马千惠执政还是我戴立刚执政，就这个状况就不会发生。我们还是讲客观话，可实际上来说，就要怎么去防范，跟怎么样去防止在这个时候造成人命损失跟财产的损失，这一点我是觉得比较重要。好，非常谢谢立刚哥。